校主任，是他太太。啊。赵主任来了。赵主任，你太太出了车祸了。人呢？正推到手术室去。有事吗？我家林嫂这几天不在家，两个孩子。没关系，我这样下班，我去帮你照顾好了。那就谢谢你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玉琴，妈妈身体不舒服，要在医院住几天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那爸爸呢？玉琴，爸爸要照顾妈妈呀，还看好多好多的病人呢。爸爸是医生，永远那么忙，也不陪我玩。玉琴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好，我们等哥哥放学回来，我们就吃饭，好不好？哥哥今天没有去上学。没去上学？你怎么知道？早上老师打电话来说哥哥常不去上学，要开除他。老师还叫妈妈到学校去。妈妈挂下电话，一面等哥哥，一面就气冲冲地走了。气冲冲地走。这就是哥哥，他好凶啊，谁的话都不听。梅阿姨，我肚子好饿哦。好，那我们先吃饭。我的罪。
林嫂，你先回去吧，雨晴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好。心情不好，早晨，我们出去见。赵主任，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，你太太有我们照顾，你放心好了。今天回去吃饭，今天是君涛过生日。现在时间还早啊，你可以回去啊。对，那这就麻烦你了。哪里？谢谢。赵主任，院长有紧急会议要你去。要我开会啊？哎，院长在会议室等你。不想参加了。哎，赵主任，我想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君涛应该会谅解的。可是我对孩子失信，孩子会很失望。你可以给他解释，我想他会听的。不知道，君涛是个很敏感的孩子，说不定他会想。去打个电话试试。红烧鱼还没开饭呢！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哥哥最爱吃了，贪吃鬼！雨晴，你敢笑我？贪吃鬼，贪吃鬼！哟，本来就是嘛，贪吃鬼，贪吃鬼！哎、贪吃鬼你怎么搞的？两人不要吵了，马上就开饭啊！别吵了啊！哦、这个是爸爸的，这是妈妈的。妈妈在医院里，又不会回来吃饭。那爸爸一定回来吃饭喽。那当然了，昨天他亲口答应我的。啊？可是梅阿姨说，爸爸在医院照顾妈会很忙哎。她说她一定回来的。哦，我去接电话。哦，来喽。喂，爸爸。啊，你不回来了。哦，好，爸，再见。雨晴啊，你看这个蛋糕漂不漂亮？啊！爸爸打电话回来说，他开会，赶不回来了。他不回来了。他说他要回来，他说他要回来的。哥，爸，我所需要的，就是这个蛋糕吗？哥哥。现在是几点了？十点了。啊、哦，太太，您该吃药了。来，
林嫂，哎，现在是几点了？啊，十点了。啊、哦，妈，你好棒哦，都不怕药苦。怕苦又有什么用呢？哎。是几点了？哎呀，妈，才过两分钟，你都已经问我三遍了。我看不见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呀？世刚，世刚。妈，是我。啊、哦，你还知道回来呀、啊？听雨晴说。昨天晚上你发脾气，把蛋糕扔了一地，是不是？妈，说吧，你这一天一夜你都上哪儿去了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？妈，我好，我叫你学钢琴，你不好好学；叫你念书，你不好好念。好了，现在学校让你停学了，这回你该满意了，是不是？妈，好，反正我是看不见，反正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也管不着你了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你说话呀！妈，妈，爸爸，爸，嗯，你总算回来了啊！听话，你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好，我能好到哪儿去呀？林涛，是不是又惹妈生气了？爸，我没有啊。告诉你，孩子上学的事情由我去谈，你就不要操心，不要生气了。啊、哦，我能不生气呀、啊？你也不想想看，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，一个不顾家的丈夫。杏花，你是知道，我医院里面工作太忙了。是啊，你忙到现在才回来哈。现在也不晚了，不晚？怎么？哦，你以为我眼睛看不见，我就不知道时间了，是不是？清华，清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好，那你说吧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清华，你说我能到哪儿去呢？我还不是都在医院里吗？医院，医院，一天到晚就在医院里忙，你忙到现在才回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的儿子都被学校停学了，成天到晚就让我一个瞎子在这个屋子里团团转。杏花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孩子上学的事情由我来负责。哼，上学的事以后我你全权的负责。君涛，君涛，过来。啊，君涛，如果再有给你上学的机会，你要好好的念。如果再不去念书的话，以后就永远不要再回家。爸爸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如果不好好念书，不去上学的话，我就让你去学钢琴去。妈，我不要去学钢琴啊！由不得你呀、啊。杏花，我说过，你不要勉强孩子嘛。从小就是你惯了他，护着他，所以他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杏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全权由我负责，由不得你们了。我不要学钢琴，我恨透了钢琴啊！妈，君涛，不许你胡闹！君涛。君涛，这是什么家？哼，你不喜欢这个家的话，你可以走啊。
是谁啊？妈，他晕倒在海边，我跟外公把他扶回来的。柔，去弹琴去。好。原来是他。哎，美兰，你认识他？爸，他就是我们外科主任的儿子呀。哦，是赵主任的儿子。嗯，我在他家看过他的照片。他呀，可能受了点委屈。他爸爸跟我说过，他的脾气很倔强，而且又很敏感。哦，那他一定跟他家人吵架。他的母亲最近双目失明，可能也有关系。不要谈了，不要谈了！赵丽，不要谈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？外公，柔柔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！外公，大哥为什么不准我弹琴？好，你大哥哥呀不舒服，啊，你看，暂时先不要弹了啊。你，美兰，你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？是我没有礼貌，你要骂骂我好，反正我已经习惯挨骂。哦，嗨。我们为什么要骂你呢？因为我不应该发脾气。好，人呐，总有心烦的时候。俊涛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这儿吃饭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我跟你爸爸是同事，而且我看过你的照片。你很失望吧？赫赫有名的外科主任会有我怎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？俊涛，哎，年轻人，在我们这儿吃过饭再走吧。是吗？你放心在这儿吃饭，我打电话告诉你爸爸。用不着打电话，反正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会管我。哦，哎，我们会关心你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既然你对我好，你不问我为什么跑出来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愿意说出来的话，我们倒是很喜欢听的。我不，我要走了。好好好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我们也不强留你。你让我走，哎，你也不欠我们的，我们为什么不让你走啊？不过年轻人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家里头随时欢迎你来呀、啊，俊涛。新华，我看你在弹琴，所以没打搅你。怎么，眼睛瞎了，连琴都不能弹了吗？没人有这个想法。哼，谁知道？你在叹气吧？雨晴，好，功课都做完了吧？做完了。哟，今儿个怎么关心起女儿的功课来了？嗯，新华，
我问你，最近你为什么老是唉声叹气的？心怀你。我什么？你不能忍受一个瞎眼的妻子，是不是？我没这想法。那你为什么逃避我？逃避？你知道现在几点了？现在都11点钟了。杏花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，为什么你最近故意的挑剔我、责难我？因为一个瞎了眼的人，很可能会失去一切，甚至于她的丈夫。你在胡思乱想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君涛已经离家住了好几天了，难道你就不担心吗？不担心他在外面发生任何事情吗？哟，你怎么也突然间关心起他来了啊？爸爸，杏花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再说，我也实在没有精神再跟你吵架。说真的，我不敢回我那个家。君涛回去了没有？他昨天晚上在我家哎。哦，我们在到处找他呀。他晕倒在海边，我爸爸把他带回去了。他醒了就回去了，没回家啊。赵主任，我觉得君涛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关怀他。个性很倔强，脾气也很固执。他能变得今天这个样子，我知道是我的责任。可是我想帮助他，他拒绝我。我想去接近他，他阻拦我。我觉得我的爱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赵主任，你要知道，关心一个孩子应该是无时无刻的。我知道，我对我的家里付出的时间也太少。可是一个困难没有解决，另外一个波折又起来了。赵主任，你太太双目失明，在精神跟心理上一定不平衡，你要多忍让。忍让，忍让，我真受不了。本来的脾气已经是够倔强，现在变得暴躁、无理、猜忌、不安。
凡，我真的不敢面对那个家。我了解。只有你，只有你最关心。 敬佩你的艺术，美凡，也只有你愿意听我诉苦。我觉得，有的时候听人家诉苦，可以多了解一些人生。美凡，我也只有对你，才能把我心中的苦闷。 都说个清楚。如果你说了会更舒服，我愿意听。不过要先挂号。 上帝太不公平了！你这么温顺，这么可爱，为什么你的丈夫这么早就离开你？美凡，很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说这些。 跟妈妈，对你还不好啊？可是我的同学，他都有爸爸妈妈，我都没有爸爸，我只能看爸爸的照片。来来来，柔柔，哎，柔柔，我问你啊，在你的心目中啊，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你爸爸，可是你爸爸现在已经去世了，啊？ 外公嘛，这么疼你，就是补偿这件事情。外公，我好想念爸爸。外公，他们都说我没有爸爸，好可怜哦。哦，那么你认为你是不是可怜呢？外公，来，跟我到外面来啊。 你看这棵树啊，上一次啊被台风给吹断了，是不是？后来又发了芽，长出好多枝来啊。就是因为啊，它不怕风吹雨打，折断了以后啊，又新发芽长出来了。你看，长得比以前还要结实。嗯，外公，我懂。<笑>这个呀，就跟人一样啊。 虽然你没有了爸，可是呢，不要为了受了挫折，而且你应该呀更要坚强，更要勇敢，啊！再说你没有了爸爸，哎，还有外公啊，还有妈妈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也很快乐啊？
万哥，你在大学里教书，有没有碰过像我这么聪明的学生啊？哦，你很聪明是不是？嗯。哎，俊涛，哎，我快去把大哥哥拉进来。来嘛。俊涛，怎么，你没有回家呀？我，哎呀，这两天没回家，这家里人会不放心的。大哥哥，你的头发都被大雨淋湿了呀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快坐下，来拿个毛巾擦一擦。来，来来，谢谢。大哥哥，我们来唱歌好不好？好。再弹柔一点，这曲子精神把握住。大哥哥，你也会弹琴呐？嗯，真的？真的哦。告诉你，大哥6岁的时候就已经登台表演了。好棒啊！大哥哥，你教我弹好不好？外公下个月要替我报名去参加比赛耶，好不好嘛，大哥哥？好不好嘛？好啦，好啦。好吧，我教你弹。心情好的时候，觉得他很富有诗意，那么细细，那么柔软。可是，在心情烦躁的时候，觉得他是这么恼人。你今天在手术台上，心神不宁，是不是太疲倦了？突然觉得，我需要一些清静的日子。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需要勇气，去暂时的离开别人，然后再去求振作的方法。我建议你去旅行一下，对你会有帮助。对，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，才能了解自己。我现在突然觉得，我对自己好陌生。陌生？充满着问题的家，一些永远忙不完的工作。我好疲倦。这个我了解，因为我也曾经有过这段日子。是在你失去你丈夫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我以为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后来你还是找回了你自己。因为我在海边整整地住了1个月，才挣扎出来。所以你就一直住在海边？不，也不全然。因为我父亲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他很喜欢海。我也多希望我能够抛开一切，靠近大海，去靠近高山，过着隐居的生活。隐居？我突然觉得，一切对我都不重要。我
现在所希望的，就是每天能够接近阳光、高山、绿树、大海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人很矛盾，有的时候希望大伙在一块儿，有的时候却希望独处。可是我却不同意你这种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方法。不知道我有多苦闷。我知道，我也很担心你。没办法，我可以帮助你吗？您的雨伞坏了？没有啊。哎，那你怎么？我忘了打开了，春雨绵绵，淋起来挺舒服的。哎呀，你看，淋的浑身都是雨，怎么还会舒服呢？爸，我告诉你。妈，大哥哥教我弹琴哎。梅阿姨，你不舒服？没有。我进去洗把脸。错了错了错了，不是告诉过你吗？第一拍是半拍，最后一拍才是一拍的。大哥哥，继续弹吧。怎么又错了呢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大哥哥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嘛你？大哥哥，你不要那么凶嘛。我不凶，我不凶的话，你怎么会弹琴弹得好呢？你这样弹，怎么去参加比赛呢？错了，一开始你的拍子就错了，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怎么去参加表演啊？柔柔，你不要哭了，大哥骂你是为了你以后可以把钢琴弹得更好一点，不是故意骂你的。大哥哥，大哥哥以后会很耐心地教你的。柔柔，快去洗把脸，把碗筷摆好啊。为什么当我教别人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情形？爱之深则之切，你刚才这样严格的教柔柔并没有错。外公，你说的对极了，爱之深则之切，我现在
才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你怎么好像很难过的样子？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梅外公说呀？我从小妈妈就教我钢琴，她越严格地逼迫我，我就越反抗。我恨透了钢琴，我自暴自弃，我辜负了他一片苦心。所以你现在教别人弹琴，你才体会到这个心情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可是现在已经晚了。哼，是的。你曾经使你妈失望，不过，哎，你现在还可以给她希望啊。不，我说过，已经太晚了。俊涛，并不晚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去把你这种心意告诉她。现在？是啊，要把握住现在。只要你有心做的话，哎，一样可以做得好，并不会太晚。我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俊涛，你现在就回去，啊，把你这个心意告诉我，不会太晚的。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再来找梅外公，好不好？外公，谢谢你，我这就回去。玩累了，也知道回家了。我是回来，钱花完了，回来拿钱的是不是？妈，好，反正现在我也是寸步难行啊，我连拿个杯子都拿不稳，我有什么能力去管你？爱怎么，你就怎么吧。你听我说嘛，爸，才知道回家。爸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不好好的管管你，你就忘了我是你爸爸。爸爸，我跪下。我知道错了嘛。跪下。爸爸，你不要打哥哥。爸爸，妈，叫爸爸不要打哥哥。妈，爸爸，妈，妈，住手。爸爸，妈，妈，妈，好了，爸爸，好了，爸爸，你好了，你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行不行？好，别怪，让你逼他练琴的精神，好好管管你的儿子。你，我怎么样？我是个医生，我可以救所有的病人，可是我自己儿子却毛病百出。真惭愧我。你也知道惭愧。不错，惭愧的无地自容。看看我们这个家，到处都是问题，问题，问题，可是我却束手无策。怎么，你感到厌烦了是不是？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成天面对着一个瞎子，使你感到烦躁苦闷。我没有嫌弃你是个瞎子，可是我希望。我一直在希望，希望你从黑暗中再能站起来。可是你变得那么暴躁，那么猜疑，那么不安，叫我怎么忍受？你不是很有爱心吗？你不是很有耐心的医生吗？
你的爱心呢？你的耐心呢？都到哪儿去了？可是耐心是有程度的，爱心也是需要彼此沟通的。哦，这么说是我不对了，是我拖累了你，是不是？是我应该感到亏欠，是我应该感到内疚，是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你。我没有让你感到抱歉，我也没有让你照顾我，我只是希望，我只是希望能好一点的生活，我不要在这争吵怒骂中度过，我不要在唉声叹息中度过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啊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，你可以走，可以走。这些事情迟早会发生的，我早就明白了。好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能走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不要跟妈妈吵架，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是不？爸爸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爸爸。爸爸，让他走，没有他，我们一样可以过活。爸爸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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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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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打了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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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。你不要走，哥哥！别拉我你！你是不是要去找爸爸？别管我！哥哥，哥哥！妈，妈！好久好久，我问他，他要送给谁？他说他准备要送给你呢。那没外公呢？在上面，走，我们去看去。好。喂，师哥，你在哪儿？啊，转个弯，有一个小木屋就到了。好，我等你啊。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美兰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啊。哎，美凡，你怎么了？爸，刚世刚打电话来说要到这儿来。世刚。爸，就是赵主任。哦。世刚，来，这就是我爸爸。哦，梅教授，我是赵世刚。好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好，你们两个人坐一下，我都要出去一下，失陪了。匆匆忙忙的说到这儿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梅凡，我已经决定离婚。离婚？怎么会呢？我不但要得告诉你这个消息，而且我希望你支持我，也要征求你的同意。你要我？嫁给我。嫁给我？难道你不愿意？这
婚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？没办法，我真的管不了这么多。我觉得我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石刚，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这么决定的？如果没有我，你是不是就不离婚了？答应嫁给我。你总要给我时间考虑啊。你答应嫁给我。梅凡，你为什么？爸，你来这又是干什么？君涛，爸，你不要我们了，你要娶梅阿姨。君涛，梅阿姨，我告诉你。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我心里代替我妈的地位，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军长，军长，军长，军长。上的爸爸耶，蓉蓉，啊，可以睡觉去。哦，没看，坐。没办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爱他？你是不是因为他像柔柔的父亲？梅凡，你要冷静一点。他之所以这样，他是要想得到他所得不到的关怀和爱。其实我也不愿意他离婚，可是他……我知道，他现在很激动。劝是没有用的，爸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现在应该从你的病人下手。当初我鼓励你去做护理的工作，就是要你用爱心、用耐心去待人。我是这么做的。这个我知道。你的意思，梅凡，现在你就应该用爱心、耐心，使赵太太回心转意。这样的话，赵主任也就可以回心转意。梅凡，记住一句话：爱心和阳光是一样的。它不只存在于一点或者是一刻。爸，我一定尽力做到。嗯，对。军涛怎么了？军涛在海面上摔着。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，可是那天你不肯听我说。孩子，你说。妈在听你讲话。多少年来，我反抗，让你失望，辜负了你一片苦心。现在我才知道，你那么严厉的教导我，完全是为我好。孩子，妈，今天我可以教人家钢琴，我感到非常骄傲，这一切。都是你给我的，孩子，别难过，妈不怪你，妈心里觉得很高兴。孩子，不要哭，这样会影响你的伤势的。
妈，爸爸他。他怎么了？他不要我们。他要娶梅阿姨。还有护士小姐。嗯。孩子，你先睡一会儿。妈，你不要走。梅小姐，恭喜你了。恭喜我？赵太太，我并没有答应嫁给任何人。是吗？是的，因为我知道你的丈夫爱你很深。他会愿意放弃你吗？难道你愿意放弃他吗？我是个瞎子，我的生命是一片黑暗，失去丈夫是我意料中的事情。赵太太，在黑暗中仍然可以追求光明，除非你愿意放弃。睁开眼，闭着眼，全是一片黑暗，这就是我的世界。我就这样过一辈子吗？赵太太，要克服困难，一定有很多的阻碍。是的，我曾经挣扎过，也追求过光明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克服，只有听天由命了。听天由命，这就是最肯定的绝望。你愿意走上这个路吗？可是我的心已经凉了，我的希望也全破碎了。赵太太，你的眼睛失明并不可悲，如果你的心失明了，那才可悲。你在钢琴造诣上很深，君涛需要你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孩子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。赵太太，你弹过很多名曲，可是你却忽略了一首温馨甜美的小曲子。一首温馨甜美的小曲子？对，我想你会知道。甜美的小曲子，心甜美的小曲子。石刚，真的是你？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梅小姐说的那首温馨甜美的小曲子，就是《可爱的家庭》，对不对？